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Oh Lord, here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I'm like, oh Lord, here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Oh Lord, here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Oh Lord, here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I'm like, oh Lord, here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Oh Lord, here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drop two, drop two, drop. This is 我家耶，因为他写了一个文。大家好，我是文小姐。看一下我们京都住的地方，我们是直接租一个小公寓那种，然后第一间房长这样，然后这是我跟妹妹的房间，是有榻榻米的，然后外面有一个造景，好可爱哦。嗯，很京都的风味。然后呢，这个浴室、洗衣机，有一个浴缸，好可爱。大部分日本的家庭里面的浴室都是长这样子，然后厕所是另外一间。我们去看看厕所，厕所在这里，独立一间，然后洗手的通常都是马桶上方这样。上二楼，它还有二楼，然后这间也是厕所，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客厅。附了暖炉桌盖着，下面就是暖炉，舒服吗？超舒服，可以直接这样睡在这边吗？不要吧，房间超多，他要睡在这暖炉桌。他就喜欢睡在沙发啊，睡在一些反正不是常规要睡觉的地方。我这阳台也可以出去。里面现在有暖吗？我刚开，还没。我很好奇耶、欸。啊？就是。什么？你是掀裙子？这合理？里面怎样？就是桌子底下。日本就是冬天会这样，会剥橘子，要煮火锅吃。哇，煮火锅很赞哎。对。电热毯 ，Yuna 要不要小教学一下？扣大字。电热这个桌子呢，其实他们冬天很常用，其实很容易在里面就睡着了。像我妹过两天，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奇形怪状表情的，这样床不睡那种。然后如果台湾有卖的话，好像放在家里面也不错。餐桌，小型的厨房，就是非常非常日本他们传统家庭的格局。哦，就长这样子哦。嗯嗯，当然这间感觉新一点。然后这边还有在一间房间，所以我觉得这间还不错，还蛮适合一个家庭，或者是你们三四个朋友来，我觉得很适合。不清洁的是什么？吹风机，而且是 Panasonic。OK。哦，就是脸这样化妆好清楚哦。很棒哎，电棒哎，哇，好扯哦，有电棒，真的跟你昨天网咖一样哎，可是价钱差很多哎，哇，哇，幸福，它各种哎，它连柔软筋都有，嗯，柔软筋哦，柔软，它有讲对吗？柔软这样，我不是台湾国，我是牙套。它就是一个这样化妆间啊，超专业。我觉得这你坐上去，你是能看得到你的脸吗？这是一轮的尺寸吧？你坐？没有，我就问现在要玩多久？对啊，到底要不要出去？哦，那底下这还有一个，所以你可能要这样子。会太累，那上面那是要干嘛？站着的呢。好了好了好了，对，我们该出发了。OK, go. Bye. 我们这群人是没看过洗衣机吗？我们刚刚到底怎么回事？干嘛柔软巾又柔软巾？哇，柔软巾，哇，电棒是怎么样？没进过厕所。好啦，这就是我们京都住的地方，蛮推荐大家住在这一间。小的跟大的，然后这个没蛋，为什么要写二月？你他妈，它这个是面的，这是两把的意思，这三把，沾面最推荐。
这是中，然后这是大。那这个呢？这差别是什么？这是有蛋，有蛋。这个、是那我要有蛋大。有蛋大，蛋大，好 OK， 好怪、怪怪的，这看起来也很好吃。我们点了两种。一种就是沾面，然后另外一种是推荐的清汤面。沾面跟清汤面呢的面条不一样，沾面是比较粗一点的，它里面的特色是它们的味道都有一个山椒的味道，很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我点的是清汤面，它里面的叉烧超好吃，蛋也超好吃。你是半夜看吗？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好，再慢一点。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吃完饭的时候说谢谢款待的意思。好，下课。干拉面很强哎。干那拉面呢是我们一个朋友推荐的，好吃。我们点了两种口味，都很好吃。我们来预约和服，然后预约和服其实可以到网络上预约，但是因为我们要预约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那种长袖子的，所以我想要来问清楚一点，然后看看能不能先看一下衣服的布料这样。它这个也可以当日预约的。那在京都其实不止这间店，还有其他几间，你们也可以做参考。这里就是他们选和服的地方，然后他们有分这种短的跟长的，那我这次会选长的，比较华丽，对对对，然后配色也比较好看，我觉得。然后通常会让你选完之后给专业的师傅穿衣服，感觉来这边就很适合租个衣服穿。对，我觉得你们去蓝山或者去清水寺穿这个很可爱，或是去福建道贺。我们今天先把衣服挑好，然后明天来穿。你那小公主，小公主，小公主，他等下要揍我。从小就是这样，都是他在毁我的形象。我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然后就是一个破坏我的制度的那个小公主。那小公主想要穿和服。哇！观众们，这不用我出手吧？这你们受得了？路上看到 Yuna 就开扁。哈哈哈哈哈！颠覆。对，你要选一二三四五。那这里面原本是白色，如果你要像这种樱花颜色的话，花500块可以用买的。那你买不买？问题是有那么多东西要选。然后你要选一二三四。好，来选，在哪里？これあのまさみは白でいいので。嗯，白でいいですか？この残りの四つはどこで選べればいいですか？はい、じゃあ今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ね。一つずつご案内してもいいですか？配这个和服的颜色其实是有学问的，他们穿和服的师傅也是有执照或是训练过的。然后呢，我们刚开始配色的时候一直选不出来，你怎么配都觉得好像太花。结果这个小姐拿颜色出来的时候，我们选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太好看。大家来到京都，我建议要来穿和服，因为这边的氛围非常适合，而且路上其实很多人穿，所以你也不用觉得很奇怪，必须体验一下。这一次呢，其实不是我们第一次穿和服，我们每一次来京都都会穿。然后我知道他们呢，每一年或是每两年他们会换一批和服，所以我才会觉得 OK， 我要再来亲自挑。其实挑和服也蛮有趣、蛮好玩的，你就是好像在买衣服啊，然后这样，要来试试看。然后可以的话，男生一起穿。この辺はおすすめかなと思います。选了一小时了。对对对，它这个呢，里面其实还有要再挑一层。那你也可以不挑，可以是白色的。那我应该会选白色，因为我这一套比较华丽，让里面简化一点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选好腰封跟领子了。我跟你说，还有绳子跟腰带。等我妹选好。那如果依照我的肤色是比较白一点的话，这可以比较显白。选一半休息一下。我们的和服。挑风哎，要选多少样？对。海底捞。好，他回来了。继续。腰带还有一种哦，没有，还有两种。两个字。完蛋。完蛋。Thank you.
ました。终于选完，有没有选两个小时？还好我们这次提早来选。对，还不然明天说人比较多，我们应该会乱填一排，没办法这样好好选。选半天这样。对，然后有可能东西被你们选走。对。熟悉的街道，职员四条，大家可以来这边买买伴手礼。这条大家应该很熟悉吧？但是因为已经三四年没有来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很开心。我们过两天会好好的吃这条街，买这条街。妹妹说这个日文叫什么？味噌蛋糕。味噌蛋糕，味噌吧。这一家呢，平时很多人排队，我们刚刚经过还好，所以赶快买。嗯，这样就有点像酱油丸子。对，可是它是味噌，咸甜咸甜的那种。那还有卖其他的，像大福酱油丸子他们也有卖，但这个是热的。说我买了一个这个，就一片一片的肥皂，可以洗手或洗脸这样，很好用，然后洗起来脸也很舒服。那你说你买了几百张？一百张，很不够用哎。你知道我上次买，我就觉得我买太少了，我最后是一直对半撕对半撕这样，要多可怜。所以我这次直接买一百张这样。然后呢，我另外买了它的这种吸油面纸，因为它有很多种，这种是你可以边吸油边补粉，然后有三种颜色。这个是珍珠色，这个是粉色，就是比较有气色，然后这个是黄色，一个买两本。你不想要在男生面前直接拿粉饼很难看，但是可以吸油面纸吧，就这样哦，沾一下粉补好。小心机啊，偷补粉。对对对，偷补粉的感觉，没有人知道你刚刚又把妆化好了那种感觉。来，妈妈桑，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小姐。我是广岛家，有小爱，有小药，有小善，等等等等等。回来。现在的花间小路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花间小路地板是石子路，它现在铺成柏油路。但我觉得以前比较有一个他们的风情在，氛围比较浓厚嘛。对对对，穿和服走在这个路上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呢，大家幸运的话，偶尔可能会看到艺妓走出来一下下。我话才讲完，我前面就出现一个艺妓，超开心，因为不是每一次都看得见。他们其实晚上很少在外面这样子走。这边除了和服体验，你可以去化艺妓妆，然后穿艺妓的服装这样子试试看，然后拍拍照。你也可以在附近走一走。我玩过一次。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个京都的重要景点——永观堂夜间赏枫。キレイ。キレイ。被讲了キレイ。去年我跟妈妈就是刚进来，就有一只鹿。去看那边，然后侧面看我们这样。那是 Yuna 的 Vlog。对对对，大概一年前的，好美哦！我终于来了。对，今天刚好最后一天。很开心，而且很幸运。好，我们继续走。永观堂正式名称为禅林寺，该寺由空海的弟子真韶于853年创建。自古以来，该寺院就被称为红叶的永观堂。从11月中开始，大约有3000棵依吕波红叶和大红叶的枫树，为寺院增添了生动的色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秋色，包括垂柳的红叶、反向的红叶和散落的红叶。寺院中心的大池塘是放生池，枫叶被种植在池塘周围。在秋天，它们被反射到水面上，正面和反向的秋叶将整个景观染红的景象
是只有在永观堂才能体验到的壮观秋景。不仅是红色的红叶、黄色和红绿色的红叶，也能绽放出各种色彩。比较一下不同颜色的红叶，来享受它们之间的差异。永观堂呢，是我觉得京都这边非常推荐的夜间赏枫。整个京都还有岚山，它也有夜间点灯赏枫。傍晚五六点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点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桂船神社，这个地方也有小火车，然后它也有一段是晚上你可以看到它点灯，然后跟我们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岚山跟桂船神社是可以坐小火车的，然后这边是用走的。整个京都呢，我推荐这三个地方给大家。这里真的很漂亮，你觉得这次跟上次有什么差别吗？因为我们上次来的比较早，所以这次有看到比较红的部分。我有注意到它这次的路线不一样，上一次它有先引导到一个桥上让我们看另外一个桥的道理，所以每一次来的路线有可能会不一样。它这次是带走另外一条。大家如果要看枫叶的话，他们的网站其实每一年都会更新哪个区域大概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然后正红的时候从绿到红到黄枯掉，他都会把日期写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到很红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个很红的日子然后到那个地点看这样。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嘛，对不对？对 对，永观堂这个地方晚上这样子点灯是最后一天。我们今天刚好赶到，而且我认真觉得他们打灯真的打得非常的好，灯光师，灯光师真的。我觉得呢，他如果有街边的烤香鱼那种小东西的话，会更可爱。嗯，跟过年的时候一样，烤章鱼软，那是泰国才有，或是那种热的米酒。对，新年会有热米酒，对，好适合哦，暖身用。回家不是回家，我们要去吃。吃什么？吃宵夜。导演很僵耶。妹妹第一次拿相机拍摄。OK， 那卡了吗？这个是不是？对，还在录。对，姐姐。这一出要演多久？我就说。要卡了吗？好了，卡卡。来，一伦，你走到那边去。假设这是我家。对，假设。我就是住大概半个月吧，变金鱼。海胆、尾鱼配在一起，还有饭。那饭怎么回事？日本米，还是说海苔？太好吃，好吃。撕成一片，浅色的开始。刚外面吸有多少？他说这个是要沾盐巴吃。嗯嗯。哦，超好。这是谁？我怎么点不上呢？吃了没？吃了没？我天哪，这怎么了？生鱼片会不会做得太香了一点？是鱼的关系吗？一轮你们等一下会疯掉、崩溃那种。还好这个我们一人一盘，我们要分你。我跟你们说，这是我随便挑一点点哎，这不是为什么我常吃的店，不是。怎么样，一轮？是不是？你刚刚想象你先黄。
生蚝。我们每个国家都会吃牡蛎，好补哦。我跟你说，这牡蛎绝对要酱，配口酒。我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美酒是自己酿的。那我刚刚本来在犹豫说，哦，你们是哪一瓶美酒？我要看一下还是什么东西？没有，自己酿的，盲点。真的，自己酿就是厉害。对对对，你只要拿出自己酿的私酿，我盲点。好好喝，我最近酗酒了我。这个口味，我天啊，这个真的是很嫩，因为一般在吃的话不会那么嫩。它除了嫩以外，它跟一般的口味不一样，脆脆的。它撒了薄片的那种盐，安康鱼干，它没有腥味，麻油香，好酷哦！好，下一道。现在是半夜几点？看这个 Uber Eats 看有没有什么生鱼片之类的。哇，为什么会半夜拍这种东西？谁半夜卖生鱼片？我就问。好饿。各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白子。哇哦！我觉得人生不能挑食，你们懂吗？你只要端得上桌，我就吃得进去。嗯，哇，我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有一点酸酸的，咸咸的，哇！我形容的好烂哦，但好好吃啊。感觉每一个都很强。对，大家 Google 看它的图片就知道了。对。嗯，它那个细碎的是紫苏的味道，香香的。OK， 再咬一口草莓。草莓怎么会这样？要撒甜的东西吗？下面应该是放橄榄油，然后草莓超甜哎，完全没有踩雷。这间很好哎，还是说我刚刚随便乱找，每一间都是长这样子？松露白子饭。又松又慢，人能不能挑食哎、欸？不然你就享受不到这种东西。你看你这一碗，如果你不吃白子，你这一碗就吃不到。嗯，好好吃哦！赶快，赶快，我要挖一个。啊啊啊啊！嗯，超好吃。好可怕，不准挑食。姐姐，我好爱你。哦，真的。你是不是喝醉了？你刚刚点头。好好吃哦！好爱你，姐姐。我好像很少创到餐厅配白松露，然后配白子这样子，然后下面还一坨饭，这太奢侈了，奢侈的吃法。可以说是简单粗暴。嗯嗯嗯。这是我刚刚问店长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说大家都很常点这个炸鸡翅，有人偷吃我的酱，好嫩哦！我的妈哟，哇，它酱哇，是有梅子味，然后又有辣，你吃你这个皮是怎么了？会不会太近？我怀疑太近了。哎，我觉得要把鸡皮这一件事情炸得好很难哎，对我来说啊，还是说对大家都很简单。好香！我跟你保证，这不是油耗味，就是一种香。一轮咖喱饭，哇，你这个真的很营养哎，我很少在咖喱饭里面看到咖喱耶。这可以哦。但布拉提其实蛮可爱的，就妈妈煮咖喱的时候拌这个给小朋友，还蛮营养的。是好吃的，是好吃的。它的肉炖的超，直接烂掉。对，入口即化。嗯嗯。OK，
OK， 晚餐餐宵夜。我觉得这张需要一桶，是四人吗？然后前面放电视，然后这样，他的骨头都可以来替呀。这个炸鸡真的可以，你们要是对刚刚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的话，没关系，来点个炸鸡可以吃也可以。点一杯美酒，然后一个炸鸡，美酒用。对对对，点美酒炸鸡，然后回饭店吃。然后他说，而且我炸鸡烧一桶哦，是一盘。帮我炸一桶。然后你刚刚那个美酒那一桶也给我，拎两桶回去。这师傅没有乱搞，我刚刚蛮想说，他看起来很轻松，这样，结果他出来的东西是这种。他每个味道都蛮细致的，而且是每一样菜都不太一样风味，有点那种创意料理感。对对对。就是那一桶，抢劫。就是刚刚那个丸子的排队哦。有事吗？哎，你要不要来卖丸子啊？对对对，这是要去哪里呀、啊？都要到地铁站了。接下来我们要穿和服，然后看看我们去哪玩。